咱的选手真厉害。第一届的听众奥运，咱中华队除了伫咧羽毛球摕到一个金牌，今一天嘛加了三个银牌。这是网球的姊妹啊，何秋香、何秋美，还有乒乓男子单打温志璇，以及标枪许安仪，拢伫咧今一天摕到银牌。网球女子上打金牌战，中华队首加开已经超过百岁何秋香甲何秋美这对姊妹啊，挑战美国少年的选手，双方年纪差将近一半，咱的选手是一般拍紧，希望争取机会。但是最后是4-6甲1-6输给对手。这一次手背又拉伤啊，所以没有办法得到金牌，对妹妹很抱歉，也对教练很抱歉。这次能够拿到银牌，已经非常高兴了。面对美国攻击，这两个网球的资深选手会到这款成绩，其实已经真好。过另外一个是脚受伤，硬劲到最后一刻，伊是伫乒乓的温志璇，男子单打自早拍到暗，将近12点钟的比赛，一路拍到决赛，但是脚头的骨伤，非常的挡袂牢。伫最后金牌比赛，伊参中国王聪几路苦战。最后是用2-4输给对手，仅仅摕到一届第二。所以32名那时候就已经开始7战4胜，所以今天一天就把它打完，对志璇来说是一个很大体力的负荷。发现脚有点没力了，膝盖有点没力气，所以后面就打开始越来越不太敢跑步。摕到这届金牌，温志璇感觉真满意，因为已经真对得起家己。另外，在电竞场上，许安仪表现献出45.30公尺好成绩，摕到这届金牌，同时也超过自己保持的听众全国纪录。今天是林教练的建议，然后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名，但是我希望是他的建立最好的礼物。第一届跳舞，咱的选手表现真真是有够好。第一保加利亚时间八找你，中华队拢总摕到1块金牌加3块银牌，这款成绩真真是有够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